现在到了所有旅游团都必经的漫长的购物环节，好想回中国。现在导游开始点名刚才来的我们组的这50人要原封不动的再回去，一来怕有人滞留在这里，二来也怕有人跟我们回去。因为这个时间点中国海关不上班，所以我们被生生的卡在了家门口，回不了国，回不了国。回国真好。